现在是 B Wiz 吗？ B Wiz 才没这么慢呢。干，我的 B Wiz 可以到111耶，没改过的，全部都没改，原厂的。很好了，好不好？111已经很快了。啊，不然你是要骑多快？现实世界你是想骑多快？你想死翘翘你？然后后照镜要拔。那警察问的时候，或是说爸爸妈妈问的时候，我就说，有时候风太大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后照镜会很容易让你车累残，所以要拔后照镜。因为我有阵子有装后照镜，因为另一半的关系被虐要装后照镜，然后我就因为我很听另一半的话，所以我就装了。装了之后呢，我一样头往后看，所以我还是拔掉了。没后照镜还有理想，我从来没有累残过。骑车骑从小骑到大，不是也没有从小骑到大，成年骑到现在没有自己累残过，只有被车撞过。要低调吗？还是放在路边就好？处理掉了，处理掉。那边有台医护车，医护不行啊，医护车不能动啊。不是，我是公务车。他们是不是在救人，然后被海啸冲走了？哦，有可能哎。那我还是不要动了。等他一下好了，等他们，要不要等他们？我怕有人偷车哎。啊？哎、欸，什么事吗？你的车子。哦，我先把车子。他这个声音好像会坏掉吧？要找一个人跟着你去啊，然后再把你载回来。还是我帮你开回去？不行，你不能开医护车。啊、好吧，好吧。所以可以吗？还是要帮你开回去？对啊。啊！不行啦！我不能开了，不能开就不行，不行开了。你走。他跟着他要干嘛？就是他等一下把他载回来，然后开这台车回去啊。哦。这样他就。不用跑来了，他没办法一次开两台。够了，够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可以开回去了。谢谢你们的，辛苦了。拜拜拜拜。谢谢谢谢。拜。谢谢飞机头。没有给点牡蛎吗？没有给点牡蛎吗？50块。要给点鼓励是不是？牡蛎有牡蛎。有没有为那个发财金啊？那要给谁？三个都要，见者有份，三个都要，对，好，给你了，我要喝的，我要冰茶啦，新一支都要啊，没有啦，我给你一点啦，等一下，我给你啦，这个可不可以啦？刚刚有人找我吗？刚刚有人叫我啊，所以我不在啊。哇，感谢，我先走了。你还没给我功德金啊？我给你啦。不是，我刚刚梦中有人找我啊，我那个。谁找你？不是，我刚刚梦中那个外送啊！我梦中的外送是不是，你有给功德金吗？有啊，没有，我没有看到、啊、他们。我是不是给了？我不知道，我有收到，不知道你有没有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飞机头啊？没有，我看到你的球棒我就怕了。啊，给我功德金，功德金，有，谢谢你20块、啊这个，谢谢。你是坑钱的家伙。啊、没有啊，谢谢你的功德金，谢谢。拜拜，回去小心。你车真的开得蛮好的，我没办法这样甩。没有，这个是之前别人教我的、啊。哦。对。哎、欸，阿硕，你是不是偷偷来探班？有，海啸在这里哦。米奇，哎，你，哎，你是谁？你有功德金，71块，71块，你是骗我钱那个是不是？没有骗你钱的、啊，我现在很生气哦。我现在也很生气哦。我把你的车我踢掉哦。是啊，踢掉。我刚给你50哎，还你了。我刚刚给你100，还我！你骗人！你给我21啊！你明明只有给我50，我也要100，补钱，补钱！我要50，补钱！快给我50块！学长，我欠他们钱，你给他钱好不好？你怎么会欠人家钱呢？他上次就
我帮他雇车车，然后他说他给我们发财金。他给我五十，今天说一百。哎、欸，学弟啊，不是吧？啊，那我都给你们了，那你们你要都给我们了，你要给多少钱？不是，我刚刚都给你们了。你不是说要把全部都给我们？那个饮料机不要投啊！不行啊，那会吃钱啊，不要投。我全部给你们，我没有没有，他一直说什么说对不对？不对，骗人呢、哦？他说不对，听到了。他说对，你看他说对啦。没有，他说不对。对，他说对了。哦，不对，那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。什么不管？你说要把全部的钱都给我的。哎、欸，那可以让我休息一下吗？可以可以，那你要去领钱吗？对我考虑。可是你说要把钱都给我。我把钱都给你，我这会没全部都给我们。等一下，让我休息一下。好，那你要给我一块钱了吗？你休息好了吗？那我休息到明天早上。哎、欸，你答应要给我全部的。这个学长会对你妈妈。学长，你不要躲起来啊！你怎么可以下班？欸、你不要骗了，我认得你那个。我是恐龙宝宝啊！我认得你那根棒球棍，你别装了。怎么的？我是恐龙宝宝啊！你欠钱。我们找那个，等他上线啊。不行，他说他明天才要醒来哎。如果我明天没等到他，我就要涨利息了。学长就要照顾学弟啊！你看，这几个都是我捡回来的。哇，你怎么捡这么多小弟啊？我没有捡小弟，我把他当朋友。怎么感觉他们很不友善啊？你有发现这边只剩下你一个人吗？我身上有钻石啊，你要不要啊？我钻石解决好不好？钻石不值钱啊，只有40块。不是啊，我剩下54块啊。那你给我三个钻石。我只有一个钻石啊。那你给54块加一个钻石。我操！球棒跟钻石还有54块都给我。喂，你说你没有办法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们这群土匪。这个存款，我还要买房哎、欸，还要买车，还要养车。你做梦啊！你想买房子？你在做梦哦。真的啦，我的房子还有100年的贷款要缴哎、欸。真的？那你现在带我去你家，可以带我去你家逛逛、参观参观，我就放过你，不跟你要这笔钱。不行啊！不行啊！你男朋友在 我怎么敢啊？我男朋友是谁？我怎么知道？你里面不是带3个？哎！你要知道我有男朋友了。这个一下去，你现在是公然诋毁我哎、欸！没有啊，我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子，没有啦。你有？他们只是喜欢，然后讲不想讲出来而已啊，不是不敢讲出来啊。你骗人！真的啦？那我之前叫你娶我，你为什么不娶我？你为什么不娶我？你为什么不娶我？对吧？空气突然安静。哎，这边怎么绿色的光？500块，加一颗钻石，加一颗球棒。没有没有，你再讲下去什么都没得谈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大不了命一条，你拿来抵。那我烂命一条拿走吧。好，去后面，我怕伤及无辜。还偷看偷看群体风光，报警报警，变态色狼性骚扰。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，多么奇妙的机遇，翻越过千面山顶和层层白云，绿光在哪里，初点般不可思议，像一颗奇迹划过的生命里，不同于任何意义，你就是绿光，如此的唯一。我不要跟你玩了。讲话就讲话，不要踹车。我不要跟你吵了。我跟你讲，陈小马，我今天算是跟你扯平了啦。不是，你是认输了是不是？我认输了啦，我活不下去的啦。哈？你认输了？我不要跟你吵了啦。这口气你吞得下去吗？你要干什么？
你要干什么、啊？吞得下去吗？你要干什么、啊？你这口气你吞不吞得下去？你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？你是不是被虐狂啊？啊！你是不是抖 M 啊？你是不是被虐狂啊？你揍他小干你啊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干你娘！哎哎哎！